了一口水。字母不能这样比啊，因为毕竟你单人他只目标只有你跟猫而已啊。啊，像多人的话，目标有其他三个玩两个玩家。那只是说，你看他这样飞来飞去，而且冰原的魔物闪光弹又有抗性，就很悲蓝啊。不然我也不会玩超虫棍啊。所以超虫棍远远打有输出，我又可以补你们，我才弄。第三个虫棍来了，嗯，我们有第三个虫棍上线了 ，nice 哦，对啊，藏个珠子，有珠子啊，石头。声音好小，我的声音很小吗？没有啊。你们是说我声音小，还是其他人声音小？我等一下调。啊，怎么现在才有人讲？还是只有你听？还是我刚刚没讲话？刚没讲话吧。你要继续撑，你要吃石头。没关系，目前还有就是不撑的，看他会不会再进掉。嗯哼。不会掉的话再来铲，不要浪费石头。可以再撞一次呗，有足够的撞吧。没有石头。我有啊，你下来呀、啊。靠，刚有，我有铲，我还有讲我要铲石头，你没有捡。可以铲了，我铲吧，我铲就好了。嗯，我自己捡哦。
是内建的耳塞跟风压都没有事。嗯？没事。你说耳塞风压怎样？我说超重棍内建的耳塞跟风压真的很有趣。对啊。强哎、欸！我之前还不知道，是那一次跟我说。他应该也是爬文才知道的吧？是吗？那一次？那是当然的。对啊。那这个东西，我只知道他有那个啦，霸体。不知道霸体到底是啥小东西，然后是以前在世界的时候爬文才知道，所有稍微的耳塞那些，我、哦、干太无耻了吧！以前世界也有吗？有啊，不明显啊，世界就有了，好像是。对啊，因为以前就说三灯有霸体不是吗？我可是霸体。然后通常大家都是耳塞塞到嘛，有的没的啊，不会注意啊。显得很不明显，对啊，就魔物小吼的时候那种有感觉。以前超重棍没有在戴耳塞，就根本不知道，没有发现。玩超攻击的那一种，在天上飞，看不懂一转，没有就到宝了。毛子毅，你撑住啊！我的虫飞回来有点久啊。我就跟不上。你给我去配一套一模一样的过来。好，这根本不用练，好不好？这只要你左键没有坏掉，都会玩，好不好？你问 HDT 啊，他才玩几次而已，他就熟练超重棍了。有没有熟练呢？他就熟练这只虫。我觉得滑鼠的转动跟手把有点差，你们转好快啊！我都觉得他换滑鼠。现在看到人家说什么，一句话惹怒那个超虫棍，怎么有飓风在飞？哎、欸，可以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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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不会溜嘞？哇，不会溜嘞？哦，那个位置。啊，这边这边这边。跑到气喘吁吁，还摸不到尾巴，跑来闻尾巴的味道。哇，好多珠子啊！萤火是不是没有像金火一样有什么那个什么金黄翼吗？不是黄翼，那个什么秘籍之类的东西要打，那没有。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可以打。嗯。金火多了一个秘籍，皇后，你给我生一套一模一样的出来。你看 HTT 的吗？不是啦，那一套是我的啦，那一套是他，我昨天很崩溃，我的补士装全部发现少了一个耐冲，就发现没有位置插，我很崩溃。好日安啊！有声音很小吗？金黄橙月，如果是你只要左键不坏掉就会玩的流派。哎、欸，我怎么差两个耐冲啊？
三个耐冲，要三个耐冲才能触发那个啊，那是说的，触发什么？那个耳塞三等，哎、欸，耳塞三还是四等？那是耐音，那是防音吧？防音就是耳塞啊。啊，可是我刚刚说耐冲哎、欸。对啊，耐冲要三颗才能触发、啊哦，是吗？是吗？我昨天是听奈斯这样讲的、啊，来，所以我小老师。那耐冲三是触发那个防音三、耐震三。风压那个防风山哦，对啊，你看，我有听，我很认真听老师讲话。防音之余，我又可以改了呀，能够有防音吧？技能，你也知道，这个人不看说明书的、啊，我也不看啊，所以我防音前天到前天为止都是塞耳塞、欸。防音，防音。就一开始一定要穿那个、啊、不动音装上去啊，吸到三分就没事了。对啊，所以我还说在不动。本来有没有想把不动换花空的？我皇后打的小。耳塞。治愈提速。哦，完美，又可以少一个治愈珠。嗯，要换什么？嗯收到，我岩飞打的少，材料不太够。哪一个啊？腕甲跟腿哦，头和身，我缺后力。头和腰，腰昏厥耐心。而且，我想开一场，那我要直接上班的。你几点要出门？九点半的班呢？哦，所以我开给你们打，要吗？也是不用啦，你就直接续了啦。我就是对啊。哦，好哦。还没有穷到需要这样子。有爱素那。我先撤了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嗯，啊，一个洞的位置要插什么？体力满了，回复满了。哦，是嗅觉珠啦。又导致大型魔物前所需的痕迹数量减少。要提升一点哦。捡起来加比较多的那个经验条啊。对啊。啊，放一个结石。更换道具。更换装备。哎、欸，还是我讲话真的太小声，聊天室没人理我哎、欸。不对啊，有人纠正我念错字啊，应该没有啊。耍我？耍你？嗯，结石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干嘛？看要刷猪还是巨魔啊？看要不要巨刷、啊嗯？那节操嘞？我们要干嘛？
那昨天不是说要打什么吗？哎、欸，你下午几点出现啊？我对啊，我中午有看到你上 GGC， 想说你会出现，就等到一点半你没出现，我就去睡了。我在上班，我只是刚好回来吃饭，顺便打开宅东西，就关掉了。干杯了，那你来那边喷水池旁苦苦等待。啊，我每天的假日都在喷水池旁苦苦等待。要不要继续打萤火还是打巨魔？我萤火有五个奖励的啊，两次力竭，35分钟。都行啊。再打个一两场来打巨魔，多刷一点。怎么打香肠打巨魔？再多打两场打巨魔，多打一点珠子。OK OK。打香肠打巨魔 ，Yeah， Mr. 香肠。拉到尽头，那可能是我看麦克风被聊。没有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的台声音本身就偏小，可是调大又很容易爆音。看一下麦克风控制台声音录音装置等级，哎、欸，没变啊，啊，可能今天比较累吧。啊，还是要把防喷麦罩拔掉，这样爆音会超大声哦。这样声音变大了吗？有，变大非常多。没有，我把娃娃拿掉而已。因为我的防喷麦罩中间夹着一只娃娃，这样挡我的音。OK，OK。OK。啊，有要补你吗？你可以不补啊。好啊，不补。不补啊？那你是打吗？重棍小老师打吗？我在让我里面的护将等。不是你，他在打暴锤龙。我们在找重棍小老师啊，你不是啊？又有健康顶啊，有报酬金的奶酥。还有很久吗？来得及的话，打完就进来啊，反正还是有一个位置。对啊，更变装备，更变。道具，更变道具，更变道具。安安，多罗吗？想你吗？DROLMA 按啊，真的要试试看拿掉麦罩吗？可这样声音真的超大声哦！别怕，会啦。然后突然又爆出 bug 怎样，我就爆音，然后观众就说我的耳朵可以小声一点吗？那娃娃就放回去了。好了，还是放回来好了。金火龙大金，萤火龙，对不起。小一条，我想到这边场地同时有金火龙，也太难玩了吧！哇，金萤火龙都有大小金了，开心哈！我有愿望，你有愿望？找一下愿望，你们觉得可以吗？去啊！是愿望五啊，宝藏。去啊！去找个宝藏。去啊！好，我再走了。爆炸瓦斯挖金，你们先搞他一下哦，我马上。
不然现在那个，因为那个防喷麦下面有个倒三角形，刚好就是放娃娃，然后娃娃就是坐在上面在穿三角裤。好像带错虫了欸。哇，你不是带水虫是不是？我在哪边看装备啊？就你的那个啊，装备一栏啊。猎虫。左右选猎虫的那个。没有欸，装备一栏。我要装备一栏，然后他会叫你。按左按右看你的那个武器啊，我只能看到那个欸，时装外观。你有水果吗？装备一览，就是有一个是状态，有一个是你的西湖长刀啊，啊西湖长刀是按左按右啊，啊状态是 L2 L1 啊，哎 R2 R1。哦，哎、欸，哦我也带什么？我是带兵欸，走啊，回家回去回去。好，那我刚好要来了。来调。我在打击哦。好，我在切断。萤火龙要飞出来了，没有吧？我怎么看到它箭头往外？我看错了，我看错吧？没有，它在那里移动而已。我刚刚看到一个箭头往外，虽然没有看到爪子。Go, go, go. 我先动吗？好啊。我拨石头了，我拨。那你们看谁下一个撞完再捡石头吧。
爽爽欸，爽爽欸。交一个哦。好。丢包过来，好猛哦！好，我来。我刚伸出来的石头喂我的宠物。
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龙叔站起来嘞！我下一场我不玩重棍了。对啊，算了算了。每一场起码点了超过2000次吧。我觉得应该有。好吧，就一场伤害平均50嘛。我看一下，打了10000多。对啊，差不多。尾巴躲在里面，我怎么切啦，歹囉？可以抓。哦，尾巴没有断。啊，我只有大便，没有闪光。嘟嘟嘟嘟嘟嘟！哇，有小番茄吃哎！哇哦，五个封印宝珠，哎，我没有萤火龙的小金哎，我有了，更新吗？有跳出一个小金啦、啊、应该是更新吧，我好像金银火都有了，雷光归来，他谁不认识，我以为是你那边的。好了，再打最后一场，打别的。